崇德一阵，康方。 台湾7.2强震， 崇德山体山崩，修旅车一路加速躲过一劫。从画面当中可以看见， 7.2强震发生以后， 崇德山体发生崩塌，恐怖场景让人看了不寒而栗。在山崩发生时，修旅车冲破土石、烟尘，一路加速向前行驶，最后成功躲过一劫。 另一车就没有那么幸运。行车记录画面显示，地震发生时，前方车辆停在路上，巨石从山体滚落，刚好就砸中前方轿车。后方轿车快速后退，只见多块巨石滚落山下，真的很危险。